请许天才委员发言。主席、各位同仁、各位女士、各位先生，文彦委员许天才、苏正清等十二人，有鉴于具有中国解放军深厚背景的华为、中兴通信公司在台布局多年，触角深入我政府部门与机构，以及我民间电信公司之通信网络设备标案等，不仅有能力窃取、窃听个人及政府通信资料，形同国安门户的洞开，影响我国自身且具，影响我国的安全，自身且具，特建请行政院全面彻查我政府部门及机构之华为、中兴通信之采购案，并禁止其在台股资、投资、并购，以维护我国国家安全跟资讯安全，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决。